鬼椒面，今天吃这个呢是另一款的，里面带了两包，一个酱包，一包辣椒油，然后和我之前吃的那款对比一下，看看这个辣度怎么样。把整包这个酱包倒进去，再把这包辣椒油倒进去。知道为什么别的主播说能吃这个会怎么样？因为这款鬼椒面真的没有我之前吃的那款辣。你们可以去看看我前两个作品。这里虽然有两包料，但是都没有我之前那一包酱包的那个辣，那个简直真的是牛鬼辣。这个我觉得我可以接受，但是这个也辣。哎，这个后劲也挺大，但是还是没有我第一次吃的那个辣。